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轩米。现在呢，就是带我宝宝去啊，去那个体检嘛啊，上幼儿园要啊体检。昨天已经预约好了，要啊3:30就可以去那里体检了，到医院门口了。刚扫了码才进去的。昨天人比较多，现在呀下午了，人没多少。哇，昨天早上去，哇，人都是人。哎，预约好，刚跟他说，然后他给我发这个，要填好，然后才能给爸爸体检。好，等给妈妈一下呢。之前带宝宝在河南上学上幼儿园，也是我去做的，也是我带他去体检的。来给妈妈弄好吧，我看妈妈好吧。好的。继续弄了再说。给孩子去啊体检回来，等3天后才有结果，然后啊现在带他到啊我们住地方的隔壁的公园给他玩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哇，这公园好大，好漂亮呢。这是老人小孩都可以玩的，小孩这里呢还有滑滑梯。来，我们住就是那边隔壁的嘛，这是从外面进来的公园呢。哇，这里晚上有这个彩灯吗？应该很好看的哦。边上就是有河的嘛。往前走。这小不点又光喜欢跑里面捡树叶了。滑滑梯那边，走去滑滑梯看，这晚上应该很漂亮的，这里好大，那边有人啊打篮球的。哇，我在越南都没有打过篮球，不过我也喜欢打篮球，就是不太会打。来的这几天都是天气挺好的，不冷也不热，还是出去还是要穿点外套的，反正这温度很适合我。这是健身器材嘛，那边还有什么，也是篮球，打篮球的地方是吧。我喉咙这几天太累了，收拾太累了，这几天一直要收拾，都到晚上12点、12:30才收拾完才结束。这个有滑滑梯啊，这个有滑滑梯。是的，喉咙都哑了，终于收拾好了，有时间带呀宝宝啊去呀去逛一逛这里的生活的环境了。给他适应这里的人说话呢，跟那边一点都不一样。走，哇，滑滑梯在前面，快点，乖乖。他弟弟跑得多快呢，是吧？孩子都下学了，我孩子还没报到名呢，就是大后天要去拿那个体检报告，然后才能去报名的。加上一些资料才能报名，那估计下周才开始上学。能玩了好多，这个还能爬吗？哦，这边还可以玩这个，哇，好危险呐！我看我也不敢玩，这玩跟去当兵一样了啊，要爬的啊，站起来吧。不要跪，站起来走，慢慢走呢，站起来慢慢走，站起来没事，对了，站起来，对了，没事，站起来慢慢走，弯腰走，对了，弯腰走，对，正确，很好，继续呢。慢点，加油，小心，要走中间不要走有那个孔的呀。
对啦，对啦，受望贤，嗯，很棒，嗯。太棒啦，泽泽！带宝宝玩一会，等会就回家做饭啦。等我老公啊下班，嗯，明天我去逛逛外面有什么，就是这里的路我还没熟吧，还没出去，还不知道什么样的。就是前两天刚来买的东西，去了几趟，都是去超市买的，其他地方也没有去过。这里还有荡秋千呢。什么玩啊都有，基本上都是齐全的啊。反正我比较喜欢，呵呵，这里晚上的也可以跑步的哦。以后我宝宝长大了，带他一起跑步。现在他太小了，一出来都是让啊抱着他。这个什么东西呢？什么？还剩30秒。什么游戏？真的，呵呵，我也不懂啊，这个怎么玩？这是什么鸟？这是什么鸟啊？鸭子还是鸟啊？这个，哇，这边还可以玩这个，这里跟游乐园一样啊，什么都有。我老公他下班了，然后回来接我们，看看啊，他在跟我父母聊天。过年的时候我让他打电话给父母，他都不好意思，他不知道说什么。然后我他刚来，我打给我父母跟他聊天。哥哥，嗨，嗯嗯吧，嗯，哎呀，我宝宝看见了，看见外公外婆就跑，都不喊。叫呢，叫外公，红外，叫红外，挂什么挂？挂。你看到就挂。挂挂挂挂挂。不会背了不呀？没，背哪完的？这几天呢，我都没有跟我父母联系，因为。来嘛，然后太忙了，要收拾东西，要买东西太多了，没有时间，才给他们打，跟他们说一下。哇，那里灯好漂亮哦。走了走了，该回去做饭吃了。到门口了，哇，太漂亮了吧。哇啊，老公，今天是15哦。这边都是煎饺子的吗？吃汤圆啊，吃汤圆啊。哇，好漂亮呀。要就今天不是要放那个灯吗？龙灯还是什么来着？对呀。是吧？那这里怎么没人放啊？那边有。要放在水里面啊？没有，这里没放水。哇，这个好漂亮哦，晚上。好，回去喝汤圆。我们那边15是要啊上香的，就也是鸡祖宗的嘛，要糯米还有鸡，一只鸡，好好看哦！哇，咦，哇，哇，上啊，不能上，上会坏的，弄坏的。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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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哇，好看呀，好看是吧？我看吧，好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回去了，这很晚了。喝汤圆，喝汤圆，好，回去喝汤圆。要老吃面条。那中国过完15才过完年是吧？是不是越南过完呢？初五就过完年了啊！下期见了啊，拜拜。